第四十七题，若将一个已归零的伏特剂之正负极端子分别接在 A、B 两点，则伏特剂的毒素为多少？我们在前一小题的讲解中，我们已经提到过了。那么电池提供所谓的电位差，那么正极是所谓的高电位，因为我们的导线没有电阻，所以不会损耗电能，因此并不会增加或减少所谓的电位，所以 B 点跟 A 点的电位是一样的，那么都等于正极的电位，所以呢，我们 AB 之间并没有电位差，所以伏特剂就会量不到，它毒素应该是零。所以第47题问我们说，伏特剂的毒素为多少伏特？我们答案要选 A 零伏特。